零八黑卡黄，好，我一样穿黄色，先穿黄色的。我觉得短版好好看哦，个人蛮爱穿短版的，这件就是穿起来就是穿短版的，好，就是你可能穿个短的那种。好，那除非你是穿一个非常高腰的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它是做针织的面料，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吧？其实我觉得近看为厚度的针织，就是比刚刚那种细针就稍微再粗一点点。好，那这件的话其实也没有分码，因为针织的东西本身就有弹性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穿上去的话，不会让你就算穿起来是合身，也不会让你很紧针的感觉。好，里面我会穿个小可爱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长度就是这样子，它的领口设计就是这样子，正常这样子。好，那它本身就是正常领穿就好看，你要拉斜肩可以，但一字就没有办法，它就让你正常穿跟斜肩两种领口的穿法。一样是亲肤，我觉得它的面料我觉得蛮舒服的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冷的时候啊，大家最多就是一些高腰宽裤类的，我觉得配起来就很好看。然后袖子的地方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做短袖设计哦，所以它的袖口还蛮宽的哦，就是 L 号的人穿上去也是有空间的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上穿这个是卡色的，它有点，它是算是那种毛线的卡，还蛮好看的，蛮有质感的哦。然后短袖，然后一样是落肩的，落肩的，它没有做肩线，然后领下摆的地方呢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你拉开它就是这样宽松型的，然后侧边可以看一下，它也不会这样翘翘的感觉，穿起来还蛮好看的。还蛮性感的，短版的，就短版的东西我们其实也蛮好卖的，就是尤其是上衣类的，像穿的那种就 OK。配个牛仔裤，可以哦。对，它就是素素的，穿它颜色我觉得都非常的讨喜。好，那这是卡色的，其实正常穿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微微而已啦，就是我比较露一点，所以你们其实看你们的，那买回去穿的话跟我的会不太一样啊，我会露比较多。对，因为我的比例比较不正常，讲吗？也没有，我这其实是多了一截啊。你们应该老客人应该都知道，其实穿起来会没有像，其实我看客人穿起来都没有像我露的那么多，因为他们的比例比较正常。好，所以乱喝。好，再见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可以搭个小爱。我一定要来。露我的、啊。对、啊。尴尬。配件装放我旁边。就是可能穿。穿个外套也是可以的。我的上身长一点哦，所以我穿起来会稍微露的比较多一点，但其实其他人穿起来是不会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种搭个小外套都可以。我觉得它的这上半部真的还蛮好看的，就是穿起来感觉小小的感觉，可是其实它的面料都是很弹的、舒服的。所以我想可以加这黑的，我去换穿另外一个黄色的，我觉得黄色裤我觉得也很美哦，高腰一点的话就会比较刚好，就不会那么露。是。好啦，这件有没有人喜欢？有喜欢赶快加，这个也是新裤。哎，小杨，你们的金牛费用就是线上刷卡，汇款的那些都不用吗？我觉得可以搭一个高腰裤，像这样子，黄色，然后配这个灰色的，很好看的这样子。如果你们有这裤子，可以买这件搭，这个就蛮高腰的，所以穿上去不会像，因为我这个裤子算是中腰，裤子再高腰一点的话，就会蛮刚好的。你看，我觉得这样搭很好看。好，你们有喜欢可以加。我觉得这个芥黄真的蛮美，它是柔柔的那种色系，就是那种亮黄色。08哦，好，来身上的短版上衣编号08。